资讯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2009单车美型女选拔22号张婉平，外号小乌龟，因为我真的养了一只乌龟哦。我的身高160公分，体重50公斤。那我最喜欢能够弹钢琴啦，或者是画漫画，也喜欢骑车、游泳跟打跆拳道。我曾经是健身房的教练，教过瑜伽、肚皮舞，也当过1对1的教练，也教过飞轮。那也曾经是2004的港都小姐选拔，以及屈臣氏选拔，还有冰火美人选拔，都得到不错的成绩。后缪 P8 小泽蓝天使，为了爬山，我已经把它改成双盘18速。我曾经参加过 P 字赛，还有巴拉卡300公里的比赛，以及前天才挑战过五岭呢。那我曾经觉得说骑单车是很辛苦的差事，但是后来慢慢有练之后，脚力就渐渐增强了。骑单车的确很好玩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单车美型女22号张婉平，谢谢。我的达后缪 P8 蓝天使，它的改装重点是我的大盘原本是单盘的，改成双盘，还有就是后飞轮的部分，我原本是8飞轮，现在改成9飞轮，以及XT的后变，这是全车最值钱的一个地方。那当然轮组的部分我是没有改过，我只有改这个马吉斯的轮胎。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2009单车美型女选拔，那请记得大家上网支持，投我一票哦，我是22号，谢谢大家。